敬畏不是恐惧，而是明白天父的心。朋友平安，让我们陪你读圣经，一天一章，生命发光。今天来读《列王记下》第九章。《列王记》一路读下来，有一个端倪，你可能已经发现了，那就是南国犹大的王权一直都在大卫家族手中，但北国以色列却不同，这边的王位不断在各个家族手中流转，非常不稳定。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北国以色列的耶户将军如何被高立为王，天父又要使用他成就哪些事呢？让我们一起来读《列王记下》第九章。《列王记下》第九章，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，吩咐他说：你束上腰，手拿这瓶膏油，往基列的拉莫去。到了那里，要寻找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，使他从同僚中起来，带他进严密的屋子，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，说：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膏你做以色列王。说完了，就开门逃跑，不要迟延。于是那少年先知往基列的拉莫去了。到了那里，看见众军长都坐着，就说：将军啊，我有话对你说。耶户说：我们众人里，你要对哪一个说呢？回答说：将军啊，我要对你说。耶户就起来进了屋子，少年人将膏油倒在他头上，对他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膏你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，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，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，亚哈全家必都灭亡。凡属亚哈的男丁，无论是困住的、自由的，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，使亚哈的家像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家，又像亚西亚儿子巴沙的家。耶洗别必在耶色列田里被狗所吃，无人葬埋。说完了，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。耶户出来回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，有一人问他说：平安吗？这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？回答说：你们认得那人，也知道他说什么。他们说：这是假话，你据实的告诉我们。回答说：他如此如此对我说。他说：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膏你做以色列王。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，使耶户坐在其上。他们吹角说：耶户做王了。这样，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背叛约兰。先是约兰和以色列众人因为亚兰王哈薛的缘故把守基列的拉莫，但约兰王回到耶斯列，医治与亚兰王哈薛打仗所受的伤。耶户说：若合你们的意思，就不容人逃出城往耶斯列报信去。于是耶户坐车往耶斯列去，因为约兰病卧在那里，犹大王亚哈谢已经下去看望他。有一个守望的人站在耶斯列的楼上，看见耶户带着一群人来，就说：我看见一群人。约兰说：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迎接他们，问说平安不平安。骑马的就去迎接耶户，说：王问说平安不平安。耶户说：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？你转在我后头吧。守望的人又说：使者到了他们那里却不回来。王又打发一个骑马的去，这人到了他们那里，说：王问说平安不平安。耶户说：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？你转在我后头吧。
守望的人又说，他到了他们那里，也不回来。车赶得甚猛，像宁氏的孙子耶户的赶法。约兰吩咐说，套车，人就给他套车。以色列王约兰和犹大王亚哈谢各坐自己的车出去迎接耶户，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那里遇见他。约兰见耶户就说，耶户啊，平安吗？耶户说，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，焉能平安呢？约兰就转车逃跑，对亚哈谢说，亚哈谢啊，反了。耶户开满了弓，射中约兰的脊背，箭从心窝穿出，约兰就扑倒在车上。耶户对他的军长毕甲说，你把他抛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间，你当追想，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父亚哈的时候，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，说，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种子的血，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现在你要照着耶和华的话，把他抛在这田间。犹大王亚哈谢见这光景，就从园亭之路逃跑。耶户追赶他，说，把这人也杀在车上。到了靠近以伯莲的孤儿坡上，击伤了他。他逃到米吉多，就死在那里。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送到耶路撒冷，葬在大卫城他自己的坟墓里，与他列祖同葬。亚哈谢登基做犹大王的时候，是在亚哈的儿子约兰第十一年。耶户到了耶斯列，耶洗别听见就擦粉梳头，从窗户里往外观看。耶户进门的时候，耶洗别说，杀主人的心利亚，平安吗？耶户抬头向窗户观看，说，谁顺从我？有两三个太监从窗户往外看他。耶户说，把他扔下来。他们就把他扔下来，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，于是把他践踏了。耶户进去吃了喝了，吩咐说，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葬埋了，因为她是王的女儿。他们就去葬埋她，只寻得她的头骨和脚并手掌。他们回去告诉耶户，耶户说，这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提斯比人以利亚所说的话，说，在耶斯列田间，狗必吃耶洗别的肉，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列田间如同粪土，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。神兴起耶户，主要是为了贯彻神对亚哈家族的审判，因为亚哈王和他的妻子耶洗别过去实在太过残忍悖逆，更带领以色列百姓整个陷在罪里面。亲爱的朋友，圣经很真实的让我们看见神的圣洁与公义，为的就是要帮助我们保有一颗敬畏的心。这个敬畏并不是恐惧，而是明白神所设立的界限和规范全都源自于爱我们的心。相信保持敬畏会帮助我们更能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，并且与神更靠近哦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赐给我敬畏的心，敬畏你的大能与圣洁，活出蒙你喜悦的生命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祝福你明白天父的心，陪你读圣经，我们明天见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